看看这两位的分数是。78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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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恭喜君伟卫冕成功。接下来这位朋友呢，他可以说是啊师出名门，因为他的父亲呢本身也是一位电视台的主持人，而且他名字响叮当。这位梁淑婷的爸爸叫梁永琪哈，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梁家妇女党。欢迎光临，需要什么饮料？我是梁淑婷，一个平凡的大学生。你好，谢谢。从小我怀抱着星梦，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成为网拍 model。高中希望自己是王心凌，大学想要变成孙芸芸。现在觉得千颂伊好像也不错。我一边寻找自己的定位，一边找寻追梦的大舞台。通过金牌麦克风初选很开心，尤其有家人的支持。可是上一次你在电视上出现3秒钟，全家等得很辛苦哎，阿气呀！哦，干嘛这样啊？你很烦哎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的事就是全家的事，这次一样，爸爸全家去帮你加油 ，OK？ 好啊，谢谢爸爸。也许失败或成功的几率都是1/2。但我至少要美美的来应对这场比赛。小燕姐好，各位评审好，外面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梁淑婷，我来自沙鹿，就读沙鹿的宏光科技大学，今年大三。然后虽然在 VCR 里面，爸爸就是求我说，我上台就只有3秒钟而已。可是今天我爸爸有来到现场，所以我要向他证明说我不是只有3秒的实力。谢谢。好，机会命运。请选择机会命运，请选择。我选择命运。命运。王柏瑾目前就读黎明学院化工系，拥有迷人笑容与温暖嗓音，是由观众评审救回的高人气韩系暖男。来，我们看看机会是谁。来，我们欢迎王柏瑾。各位评审还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柏瑾。对，他脚怎么了？我车祸。啊，就是这2个礼拜的吗？上礼拜车祸。上礼拜是车子开进加油站撞到你吗？没有了，我是下课的时候骑摩托车的时候车祸。那你还要走下去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慢慢走，保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慢慢走。谢谢。好，小燕姐怎么来参加比赛？好像都很坎坷哦。那他弄就悲哀，就悲惨的样子。来，好，诗婷，今天选的是什么歌曲？今天唱萧萧的《握不住了他》，就其实跟很多失恋的女生可以说，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，就是美美的勇敢做自己，下一段会更好。这样，嗯，梁爸爸对于他谈恋爱，你 OK 哈？没问题。啊，多叫几个哈。也对啦。对不对？先要认识一下男人，再找到一个好男人。来，请开始。银白色月牙映照着脚丫，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浸湿了眼角，刹那或者眼泪分不清啊。你给的说法
说走到分岔，又无力又疲倦，付出爱的代价，无力自拔，心放不下，眼角爱的音阙变成时差，爱情不止玫瑰。输的傻，放下也罢，握不住的他，放下也罢。谢谢。唱歌感觉是甜甜的，好像在恋爱一样。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很棒。王柏景加油啊！来，柏景今天选了什么歌？我今天选一首，就是因为我是做加油站的嘛，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客人啊，不管是就是老夫老妻或是情侣，对，然后他们的一些动作啊，或是眼神，就感觉到很幸福那种感觉，就很温馨的画面。然后，所以我今天选一首，牵牵牵手，对我希望可以就是给你们那种幸福的感觉，这样，对，谢谢。好，请开始。讨好一句我爱你都说不好，全世界想救都没解药，只有你给我微笑。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，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，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讨招，这招只有你知道。牵牵牵牵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。牵牵牵牵手，永远是。紧扣，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永远在你左右。你知道他笑笑唱歌的样子，就很像韩剧里面那些女生会叫欧巴，是不是叫欧巴？对，是欧巴。欧巴就哥哥的意思吗？哦，举手有，举手有。擦呀！哎，我真的觉得他唱歌一直让我想到，你不是星星来的人，你是加油站来的人，就是他有韩系风，而且很帅。笑起来，他笑起来很优雅。哎，男生不能讲甜嘛，但是他很。很迷人，不，而且我真的没有看过眼睛可以小到还这么可爱的人。谢谢。单眼皮对对对。但是我们也要帮舒婷讲点话吧。对，舒婷旁边的。我觉得舒婷是声音跟那个样子很匹配的，就是非常的甜美。对，然后就是今天选那个歌啊，虽然是握不住他，但是我听起来就是。我就忽略掉什么握不住谁，我感觉你唱歌就很甜美，然后陶醉在自己的那个音乐当中。对，这一组都还蛮讨人喜欢的。对 okay, 对，他们两个看起来就是很可爱的一对啊。不是一对，我的 也可以 啊梁爸爸不要紧张，他们只是来比赛的。他爸爸已经交代过了，尽量交了。尽量交代。我觉得电脑等我，不要紧。他们两个真的可以演一个偶像剧的感觉哈。好，来，我们要打分数了，来看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。好的，辛苦了，我们
老师，麻烦你们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同学或者是我们观众啊大众的意见哈。我们这群高中生，来，帅哥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比较喜欢黄柏青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听他的歌就感觉很青涩和清晰，就很清晰。你讲话脸会抖嘞，不要紧张。我很紧张哦，难得来嘛。你们是什么学校？介绍一下。我们是泰山耀音大众传播社。好，欢迎。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要做大众传播的人，怎么脸抖成这样？你放松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好，来，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训练哈。来，旁边这位女同学。我比较喜欢梁舒婷。为什么？我今天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她的长相很甜美，而且她刚刚鼓励大家要勇敢向前。听完之后我也觉得我们没有握不住的她，只有自己要不要握而已。加油。哇，现在高中生都就搞恭维了。好，马上我们来听听上小下燕老师给的分数。来，麻烦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分数了。分数是现场观众评审强力募集中，参加即有机会获得美妆品牌保养组合，详情请上官方网站。